25连水门为宜兰县礁溪乡侯洞溪与头城沙子港排水的汇流处，唯一大型防潮排水门，主要目的为预防台风豪带雨防汛使用。但因其闸门连接侯洞溪，攸关养殖区渔民生计，因此在地居民对于闸门的开关时机格外注重。昨12日，在林聪池议员的协调之下，召集到海洋及渔业发展所所长、水利资源处、农田水利署、宜兰县养殖渔业海水系统管理协会理事长、礁溪乡公所中仑李里长、镇民代表以及当地养殖户之25连水门等相关单位，共同至现场了解淹水问题来源，搜集当地养殖户意见，并于今13日紧急召集各相关局处首长，包括农业处、水利处以及渔业发展所，进一步进行通盘检讨。水闸门问题除了防汛用途之外，亦有延伸农用灌溉和海水养殖排水用途，牵涉单位甚广。今13日，在林聪池议员的协调之下，协助县政府相关单位以及宜兰县养殖渔业海水系统管理协会理事长达成共识，采纳渔民建议，以潮汐时间为水闸门开关门之依据，先行试办1个月，若是办顺利，会再进一步调整水闸门使用时间。林聪池议员表示，石潮村养殖区的海水问题长期存在，不只有排水问题，还有海水管线老旧的状况。在议会开议期间，也有向农业处、海洋及渔业发展所表示，应当及时规划与处理，才能避免问题如滚雪球般扩大。